自带柠檬味的鲈鱼，有没有这么神啊？我们的鱼很肥美的部分，就是剖开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的五花肉一样。啊，太咸啦，太夸张了，有柠檬的味道哎。哎，鱼干弄到像鹅肝一样，这太扯了啦！周日晚上7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得一定。